睇下呢一分鐘入邊啊，佢雙方教練會唔會有咩指示，等佢哋咧第二個回合可以發揮得更好啦。咁啊，睇嚟咧，紅方選手喺呢一個一分鐘嘅休息時間咧，佢嘅教練團隊咧就作出咗一啲指示喎。啊，咁啊，見到佢一開始咧就不停咁樣做一個左右直拳向前打嘅動作。咁啊，變相令到南方選手啦，就比較難攞翻個節奏啦。Second show， 助手離場。Second show， 成邊嘗試做個背摔，但俾紅方嘅馬場身後化解咗啊，擁開佢化解咗，咁啊壓翻喺成邊做頂身。out 咗十秒。啲拳有啊，繼續啦。啱啱個右手勾拳啦，中咗。OK， end of round one， 第一回合結束。是緊張的，但請大家都克制啊。 Second show， 助手離場。 Second show， 助手離場。左勾低數埋成邊，做不做到背摔呢？做不到，拧返轉頭嘗試做個頸鎖，是啦，但是被黃良偉推開了，推咗埋成哥，系啦，咁啊冇動作之下啦，咁啊權證分翻開雙方，腳埋身頂失，捉住頂失失撞 ，end of round three， 第三回合結束。咁啊已經喺第一回合咧就出現咗一個 shoot point， 咁啊睇下。第二個回合咧，會唔會有任何嘅戰術調整？好。End of round two， 第二回合結束。而家先發現到南方嘅助手團隊好搞笑喎，好似呢個巴黎奧運入邊個劍擊個教練咁樣啊！聽一聽個電話先。強 second show， 比賽繼續。好，嘗試做個背摔 ，shoot。到呢個回合啊，姚海天咧就話成個面部表情都好似好松容不迫咁樣啊！做咗幾次摔頭之後，突然間信心大增啊！咁啊，相反啊，梁彩玲咧就都係繼續 keep 住以拳腳為主，埋身抖前俾要 shoot。